所以我希望各位天天施食啊，天天点灯啊，天天 All Money Baby Home 啊，因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施食，一支香，一杯水，24小时你到哪里都可以做，24小时最简单的，在飞机上，在公车上，甚至 All Money Baby Home 啊，所有众生一听到 All Money Baby Home 种下解脱的种子。啊，听到 Om Mani Padme Hum， 他们永不堕落三恶道，跟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。不管你念佛持咒，你要保持这个念头，但是你不要懒惰。有时候我坐在车上，我看很多人就睡觉，我管你呢，我睡觉这样。啊，你又跟我没关系，那就是好可惜啊！啊，我坐在这车上，哎呀，五百世修了同船渡啊，难得大家一部车，我如何帮助对方？对方的缺点，我帮他承担。啊，我把我的功德给他，也引导对方。而且请记住一个，像各位今天在这边所做的，你后天回到了厦门台湾，这些东西都还在哦，善业你只要回向过了，这个善业永远在哦。我今天各位在这边放螃蟹放虾子，这个力量这放生的功德，你到了一百年一亿年以后，他功德都还在。你走到碰到那个人嗡啊嗡嗡啊嗡，就布施给你，这个功德布施给你。所以各位，你一直累积这些功德啊，恶业也会跟着你，没有错，但是善业永远也跟着你。那如果你回向过以后，这个善业遍虚空，你现在在金门，你明年到美国，那个善业还在美国，为什么？你回向以后遍虚空都有这个善业在，这个善业永远都在，而且不断的增长。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，各位就像现在会玩电脑一样，电脑一连线，卫星传播，你现在你在中国，然后你在非洲，电脑一打，资料通通出来，永远都没有散失掉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天要不断的积功德，放生也好，念经也好，布施也好，造佛像也好，这个功德百千万跟着你，而且不断的增上。所以你走到哪里，生命不是这个肉体啊，你这辈子一直修功德，你已经修了一百辈子的功德，所以你的功德力很大。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不得了吧？你布施一个灯，今天各位点一个灯，你这辈子已经点了十万盏灯，但是你今天点一个灯，就是十万盏灯的功德一起现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你又不断的累积，不断的累积，所以各位就了解说，哇，为什么要念佛念那么多遍？哦，持咒越多遍，你这辈子已经念了啊，一百万遍的心经了，所以你每次都有做回向，所以我现在又念一遍心经，是加上前面的一百万的心经的功德布施给对方了，所以生命真有意义啊！这生命的功课，这个叫什么？累积资粮啊！我们一方面净除业障，把不好的贪嗔痴、不好的习惯、恶业消除掉；二方面净除累积资粮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修行，跟他讲话就知道这个人业障有没有消除了，讲话有没有变了，心态语言有没有变了，因为他有在修行，他就会变嘛，变得没有贪嗔痴，身口意清净，然后他的力量有没有越来越大？哦，就像你以前只有一百块，现在你有一万块，现在你有一千万了，别人都知道你很有钱啊，因为你已经累积了这些功德力，所以你给别人的感受完全知道啊，就算这个人没智慧不知道，天神知道，鬼神知道，有智慧的人、神通人都知道，见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累积功德，力量很大了。所以各位了解如此以后，不要浪费时间啊！像各位今天只有半天，我们都不浪费时间，不浪费时间啊，不断的精进努力。所以以后啊，少看电视，少聊天啊，什么唱歌跳舞、看小说，那真的是浪费生命了 你要把这个生命拿来都是在消除业障，都是在累积功德，然后呢这样来布施给众生啊，让每一个众生都得到你的布施功德，然后最后将来你成佛了，每一个众生都到你的极乐世界去，因为你已经跟他们结缘了啊，所以他就会跟你结缘，他就会相信你，相信你的名字。所以我想生命是不断的延续的，不断的延续的，但我们要延续到最圆满的状态啊，不是死了就算了，死了只是另外一个开始而已，但是这个功德不断的带着，但千万不要带着业障啊！我们要把业障，死亡之前的死亡，这一辈子肉体死亡之前，把累世的业障消除完，所以别人来报仇你，来找你麻烦，谢谢，欠你的该还了啊！所以重业轻报就好了，所以不怕业障来啊！
业障一来就是要消业障了啊。但是精进的累积功德，一方面忏除业障，修行的方法。所以各位以后在家里就点七支香，然后每一支就这样观想，完了以后这七支香，就插吧，一支供在佛前，一支高一点天神，那你就这样去供养。每天每天都这么做，当然如果你慈悲啊，在你家外面就写个牌位，畜生道、地狱道、鬼道，你有个对镜，就给他插香啊，插香啊，放水啊，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些所有生命的，这个就是水陆的内坛了。水陆的内坛就是这个，所有佛菩萨、声闻缘觉、所有六道啊，插香插香叫内坛啊，因为你有一个大悲心呢，去做这个事情。但是我只是觉得现在办法会好像都卡到很多金钱的问题，造成有一些麻烦啊，甚至好像没钱还不知道内坛长了什么样子啊，这个佛教会有一点伤害啊。但是我想所有的内外坛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你心里面的，不是跟钱有关系的啊。你一个人就可以，我认识一位老和尚，他办水陆法会，大家就去哗，多少人，老和尚我一个万法唯心呢、啊，万法唯心，你信徒呢也来一个够了，谁要来都没关系，用你的慈悲就是财富，不是钱。所以我想各位要了解，我们的身口意具足十法界啊，具足一切，具足一切啊，你连不点香都没关系，你愿意点香啊，那更好，所以你会更有一个力量观想。所以各位要以这样来修行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。所以你的，如果你的世界是如你的心灵非常有力量，力量慈悲啊，别人想到你就得到你的力量，别人听到你的声音，看到你的形象就得到你的力量，因为你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别人，为了众生，这个力量自然就会在。所以虽然我们不是佛，但是我们有佛的心呢，很重要。所以要用我们的心这样来观想持咒啊，所以我希望各位这个咒背起来，嗡阿扎底娑罗婆巴耶娑哈啊，然后你就观想啊，供养三宝六道众生，最后就回向祈愿，祈愿。所以我想希望各位学会以后，还要祈求各位慈悲啊。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施食的经典啊，最后再三跟阿难讲啊，愿你不要让这个法断掉，让这个世界没有福报病苦众生得听闻此法啊，以此再三交代阿难了，勿令忘失，千万不要忘了，不要让这个法断掉了。所以我想各位今天大家学了这个法啊，那这个仪轨你要念长的也可以，念短的也可以，甚至你要念85页的两分钟解决完的施食烟供仪轨都可以，但是你知道意思就好，你知道原来都是为了三宝护法下施众生冤亲债主，各个最后都证入空性，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，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义啊。所以各位最好发个愿啊，我现在要死了，嘴巴还在念嗡阿扎底苏鲁普巴也说话，不然也嗡阿吽阿弥陀佛这样啊，哎呀，帮助众生啊，最后呢带他们去极乐世界。我们来这个人间不是说我要去极乐世界，像真华长老伟大在哪里，他来这个世间是要带众生去极乐世界，不是我要去极乐世界他活在这个世间，包括在中阴身的阶段一舍报，他每次法会盘看都来加持，带着这些众生去极乐世界啊，徒孙负责招请啊，师公负责带啊所以大家就把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一种力量，一种慈悲。所以每天你在做这个，然后把你的心跟这个经文咒语合为一体啊。所以各位要记住，你念大悲咒，你做完以后你念大悲咒，你要显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像，来带领十方六道一切众生通通走入观音净土极乐世界，也叫念大悲咒
啊，你要有没时间，至少嗡嘛呢呗咪吽，你变成观音菩萨，帮助六道众生满他的愿，世俗的愿，无病无苦啊，再来呢，让他解脱的愿。但是也为了要加强你的力量，所以你平常就要一直积功德，各位要一直积功德啊，啊，一直布施香，一直点烟供，一直放生，一直点灯。那以后你在观想，那是真实会出来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他们真实得到。如果你没有修之前这个福报资粮，你过就光观想那力量不够，所以我们叫福慧双修，止观双缘，布施持戒忍辱，要有这个前行啊。最后你在做止观的时候，禅定般若啊，你就很好成就。所以为了如此，各位要拼命奉献啊！各位是在家菩萨，还没出家，那至少拼命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拼命放献奉献。不要去买那个什么好几万的什么车子，这个房子啊，你还不如去做几个慈悲店，去外面布施给人家。所以很多人问我说，师父那个房子怎么办？卖掉啊，这是什么？卖掉啊，换一点钱来做功德啊，那你永远都带着走，自己呢简单简单，安全就好，开个车简单就好。因为呢你要是弄太好了，哎呀，连鬼都嫉妒你，你就麻烦了。你要住太好了，我们的老祖先做孤魂野鬼没得住，你在家里吹冷气住洋房，他不气死你才怪。你想想看，你把你老妈丢在外面在那边做孤独野，你在那边住洋房，他会不会气死啊？那你会过得好过吗？保证不好过的。所以啊，哎呀，不忍众生苦啊，你要想到众生的问题。时时刻刻想着众生，能够为他们做什么，能够帮助他们什么，所以各位啊，多盖小房子啊，我常常讲了，多少都没关系啊，做一千个，做两千个，摆到树下，摆到树下，啊，咒语都贴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至少还有房子了，避风避雨啊，有人愿意去点个香，哎呀，他有食物吃了。对不对？你再慈悲一点，放个念佛机啊，上面再念经啊。像我们这个仪轨都录好了，你要懒得念，你就放吧。你把你的仪轨录到你的手机里面，现在手机很方便，连影像都有了，声音都有了，就放了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信徒很好玩，他说：“师父，生命电视台打开，水米就放了，香就插了，开始了。”他问我有没有，我说保证有，哪里没有？你一播，你在电视里面演个性感片，大家都马上起心动念了，怎么会没有？你播观音菩萨，你的形象播大悲咒，马上的力量就。所以各位在家里啊，最好放一个念佛机，24小时啊，念佛机、大悲咒、药师咒，你就放着，你就给他放着，那个家里就很吉祥。家里24小时把佛教的声音音响啊电视就给它放了，对不对？那你随时会融入在这个心里面，然后该做什么就做。所以现在科学发达了，哎呀，那个香现在有一个月了，我做了很多一个月24小时都在烟供，15天的7天的，各位要不间断了，至少在你的家里要有一盏灯哦，这个叫。恒时灯、长命灯，永远从你出生到死报，这个灯都还在。最好你下辈子这个灯都还在，一盏灯，有一个不间断的香，有一盏永远的光，还有一只随时在转动的经幡。哎呀，你就随时就让你的生命呢，延续的，不间断的。所以我们发愿上不断的、不断的、不断的。伽玛巴讲，只要你在，他就来轮回，轮回就是他的快乐。当然你要来轮回之前要开悟再来啊，不是来这边谈恋爱的，来这边玩的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来救苦救难的，就像各位这次来金门来救苦救难，很慈悲的，我们要把每一次的活动都是变成救苦救难，到美国去，到泰国去，我在3天以后要去泰国，哇，要去很多地方不断的想办法，不管任何地方，各位下回我们到非洲去做好不好？非洲做做，再到欧洲，欧洲完以后又到非洲，不能一直太苦，太苦以后大家不参加，
我都是这样啊，到先进的，然后再落后的，到有钱的，到穷的，他才不会太累，对不对？哦，到美国去，哇，很多人，很多人；到泰国去，没人啊。所以好，坏，上上下下都要去，因为世界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我们大乘佛法，像各位都会了。你到那边，你到巴黎铁塔，你念阿弥陀经，那还得了啊？巴黎铁塔就变阿弥陀佛啊。上回我们到自由女神，美国还没有发生那次风灾的时候，到自由女神那边猛念啊，自由女神观想就变成观音菩萨。所以各位你要到胡木区去念了，胡木区里面不管它是十字架，它是什么，它的需要啊，那边点个香，挥个旗子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人家笑你神经病，他说你不了解我的，你了解你会跟我一样嗡啊嗡，你要好好跟他解释一下，手上拿一支香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然后再喷枪喷一喷，慈不慈悲啊？这个要花钱吗？慈悲就是财富啊，到处在办水路，到处在利益众生，特别现在科技发达了，各位可以把这些都录下来，录下来，对不对？就跟着念，而且你要，我刚刚讲了，要记得累积功德，从这一辈子开始，我至少天天点七个灯开始算，大日子就点49个灯，哎呀，让它很快就变成10万盏、100万盏，如果你有钱，有钱哈，一盏灯1块美金就一盏灯，不，1块人民币吧，你有钱，你一次就点个1万盏啊，2万盏、3万盏，你要累积这个点灯的功德，像各位这个金梵集，一支是3块钱人民币，对不对？印地藏经、法华经，这次好像他们带来只有一种，比较可惜，很多种，很多种。药师经啊，莲师起像这个是阿弥陀经，这个是阿弥陀经，一转就几万遍阿弥陀经啊，里面所有每一个字经咒都会发光，哎呀，到处去跟人家结缘，让世界都亮起来发光啊，点灯啊，烟供啊，供养三宝啊，你比较有福报，哎呀，照阿弥陀像照大一点，对不对？他们今天下午去看，要在金门。也要做一尊很大的地藏王菩萨，哎呀，我们随喜随喜，哪里的造佛像最好了？我们在不丹快圆满了，造了一尊全世界最高的莲花生大师，里面有10万尊的大的莲师，还有文武百尊，一切具足，旁边108个塔，左右席珍怀珠4个大塔，放在不丹，因为不丹是一个非常吉祥。哎呀，非常圆满的国家，你到不丹去以后，你才知道为什么要转经幡，为什么要做烟供，到处都在做烟供，到处都是经幡，到处都是出家人，每一个老百姓每一天都在那个老菩萨，天天就坐在那边转经轮，这样绕塔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做这些，全国家不准有人杀生，你连杀一只老鼠都要判罪，这个叫不丹。那吃肉怎么办？那吃肉就只好从印度输进来，但是国家规定每年4个月斋戒日不能吃肉，所以全国4个月不吃肉，要不要去啊？明年4月要去啊，欲过重树啊，客满了，讲到不丹就客满了，所以因为大家哎呀快乐，但是你要去了解那个气氛，佛国净土那是什么味道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去啊，国王都出来，哎呀，感谢你们佛教徒啊，国王又高又帅，但是去不丹很贵哦，全世界最贵的，你听了听听看，一天的签证费250块美金一天，你玩5天，5天就250乘以5，他就是不希望你来，因为他不希望你来，我们这边很快乐，你来干嘛？但是我们佛教徒去啊，一律免费，他确定你是佛教徒啊，免签证费的，所以你去，我们去就省了多少钱？我们每次去10天就省了2500块美金，看那些老外好可怜啊，那这些钱干嘛？帮他们造佛像啊，做功德，供养出家人，所以我想
每一个国家你都要去啊，不丹啊、尼泊尔啊、泰国啊、缅甸啊、柬埔寨啊、老挝啊，你都要去。南传的国家、大乘的国家，韩国啊、越南呢、也属于大乘的。日本啊，你都要去参访啊。因为为什么佛要带着众弟子不断的绕绕绕？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要叫你去参访十方诸佛净土，每天早上都要去供养啊，供养供养所有的佛，所有的净土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是一个游行者，游行者到处去弘扬佛法，也去吸收资粮啊，消除业障。生命要如此，生命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，滚石不生态，知道吧？像各位现在有家了就很难了，因为你固定了。像各位现在有爱情了很难了，我爱人呢，因为你被他抓住了所以我们佛为什么说，如果你要行菩萨道，出家是最好的。山河大地皆有情，发心护持殊胜行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？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我们是山，我们是蓝天，我们是牛，我们是阳光，生命是一体的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所有的有情，包括山河大地，跟我们都是一体的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，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。话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